你绝对有大病。大爷，你怎么知道我有神经病？我看你真的是有神经病。不开玩笑了，大爷，你就再给我打个折呗，我真没那么多钱。那你有多少钱？啊，不多。不多是多少？不到100万。具体多少万？80。80万也行，赶紧打过来。我说的是80块。赶紧给我死一边去，都不老喊饭呢。大爷，你听我说，我是真的有难处，我就连着80块钱都是找别人借的，我家里面已经3个月都揭不开锅了，我还有父母跟孩子要照顾，我太难了。丫头子，你先别哭，我看你好像真有难处，那你就把那80块钱打给我吧。我只能给你转50，我还要留30块钱买米呢。行行行，50就50，赶紧转过来吧，我已经把卡号给你发过去了。那就说好了50啊。赶紧转。为什么要转？你啥意思？老头，我就是想跟你练一练砍价的本领，哎，没想到还真练成了，直接从100万砍到了50元。我太有这方面智商了，以后买东西就可以省下不少钱了。你骗老头们，你这个骗子，鄙视你。你才是个骗子呢，实话告诉你，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，婚都没结呢，哪来的老公？滚吧，你个老骗子。呸，气死我了。搞小丫鬟了，快来人呀！